Hello，今天我也要跟你们讲一下一些 simple present tense 哦，它的那些 negative form 要怎样子用。比如说，我们知道哈，I am 是我正在嘛，如果你没有正在的话，就 I am not。如果是它的那个简短的方法是这样子，apostrophe am not，然后过后 he、she、John、Susan、it 这些都是一个人嘛，你看，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或者是物体。都是一个，所以你就要用 is。如果我们讲不是的话，就 isn't，这是 short form 咯，或者是 is not。We、they、Mary and Anne 这些都是两个人多过一个人吗？所以用 are 或者是 aren't，这个是还没有简单的方式，就是 are not。I do，我 you do we do they do Mary and John do，或者是用。Don't 或是 do not, he, she, it 的话，我们就会用那一个 does, doesn't 或者是 does not。这边我多带了一个，所以 basically 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法，我们怎样子用，然后这个会在今天我们要做的 worksheet 里面会很重要，所以你们要知道一下。